吃火锅嘞。嗯，对。呜，吃火锅嘞，耶。嗯，我看看哦。加点鸡蛋，羊肉，猪肉，马铃薯不专吃同类。好了，等他熟。耶，这是那游戏里吃火锅的感受。鸡蛋不能吃，可恶。空空的。诶，还有哦，没夹到而已。哦哦，还不能踩锅上的。可以，又是鸡蛋。这鸡蛋有了黄色的耶，先放回去。等下他用手捞还会受伤耶，伤好高。鸡蛋，这两个能堆叠吗？都是同个东西啊。感觉很适合联机玩的这个模组。
我觉得真快啊。这下他会有经验哦。没人，哎，我怎么才拿到的？等一下，这锅底是不是在减少？里面的汤是不是在减少？顺便说一下，这个是水，这是纯水，然后这个是牛奶。晚上了，那就到这里，拜拜。